这段一定要剪掉，你这段一定要剪掉。好，你这段要剪掉哦。好，不然你会，你我不知道，反正你会完蛋。好。你一定要剪了、哦！你到底怎么办？Hello， 大家好，我是喵哈，我们今天要来玩一个双人游戏， oh. 然后我们是一只狗，然后我是、oh. 我不能动哎、欸，我们是进入动画吗？因为他在进动画，我们不小心进入动画画面了，这样我们要怎么介绍？不用介绍啊，这就是双头狗在那边拉勒的故事。拉勒，对，它的画面好鲜艳哦。他叫我们，他要干嘛？叫我们钻那个洞，是不是？狗之穴。所以我们要用那根棒棒钻进那个洞，对不对？我们没有棒子，好吗？我们本身就是一个棒子，而且是。我现在离开还来得及。没有。那我先介绍一下，我是蓝色项圈的家伙。哦、oh, ，我是蓝色项圈那个家伙。Oh. 不是啊，你是红色的，好吧？啊，不是啊，我们现在要干嘛？他除了移动键，还有什么按键可以按吗？喂、欸，有一只虫哎，你为什么可以弄出开心的表情？啊！发生什么事了？好长，好长，为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呜呼！我刚按了一个键，你就可以变很长哎、欸，好恶心哦！可以，没有，我们可以做成那个形状。这什么东西啦？就大长。糟糕到一个不行！我先把它围起来。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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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绕过哦哦，它穿过我们的中间那个部分、欸。它穿过我们的 body。不是，你知道那个中间部分？算了，我不说了。所以我们要进去了吗？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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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正在帮我们啊！算了，像这样讲真的很奇怪。哎、欸，我从头到尾都没在走路哎、欸。都是你害的。哎、欸，我有一种那个在玩你那个手手的即视感哎、欸。不是啊，你这个看起来比我那个手画质好太多了吧？哦，他们刚刚两个，我们要自由落体了，我不要跟你坠入。我们可以直接那个、欸，我们可以哦，想说直接摔到外面去啊。哇，干嘛？为什么？干嘛？我要变大。变大？你才大。这也是开始的地方啦。哎、欸，那你可以，我想下去，然后你帮我挂在墙面上。可是我没有东西可以抓。喂！啊！我没有抓力这种事情吗？哦、你确定你没有吗？没有啊，啊不然你怎么抓住？吵死了！走啦！我不要！我不要！我操！哎、欸，他尿拉，他尿啊！你不要，离他近点！哈好笑。我们要逆流而上吗？要啊。好吵哦，你要吵。对啦。喂。哎。是不是不小心来到跳关之类的？我要离你越远越好。你咬到什么啊？我不知道。我卡住了。可是我好像就是一直废而已，他没有抓住任何东西。给我杀！哎，这游戏也太难玩了吧！而且重点是我们到现在不知道干嘛。跟着他的地图走就对啦。哎，你确定那个东西不看一下？哪里？我不知道，刚看到就是两只虫而已啊。哎，这个不是你不觉得这种很奇怪的东西吗？这有人哎！干嘛？收集小东西之类的，所以你要去看一下吗？我看看。啊，不是要去看，不是要去看，要走啊！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哎、欸，上面是你耶。不要。啊，相连键。啊哈哈。这游戏很烂。你要去哪里？哦，你在干嘛呢？哦。就有人说要下去看，我想说不要辜负他的期待。我只有一个废的功能吗？我觉得你一直都很废的功能。怎么办啊？应该可以咬住什么东西吧？我不知道，其实我也咬不住东西耶。哎、欸，对，我们可以咬虫吗？你看我就一直嗷嗷嗷啊！我们好吵哦。好像你嗷完，啊、你嗷完它会咬住，是不是？按一下。我按了、啊。这个啦，这个啦，啊！
哪个？这个啊，这个很像某种鼻子可以打开，你知道吗？这里。啊，算了，它不能打开，它只是一个装饰。我觉得它只是一个装饰而已。烂东西。哎，我们是不是上不去啊？为什么要变长了？那耳哎。变长很棒啊，长不好吗？还是你比较喜欢短一点的？干嘛啦？干嘛啦？我才不要理你嘞！应该是要按那个紫紫的吧？啊，他叫我干嘛？他吃球。哎、欸，你也可以咬啊。按啊。哦，我左边的不给 我右边没反应，我一定要左边哎、欸。我们是要一起拔出来，你是不是你也要咬吗？啊？拔不出来啊！它太紧了。你晃一晃，你晃一晃，是快出来了。哎，那你的口水啊？哪是啊？怎么办？它好像可以，好像不行呢。哎，它好像快出来了。等一下，我拉。哦，有可能哦。哎，我的牙齿快断了，你好了没？还是你先去，你直接走到另外一头，我咬住。好。可是他其实也开了。快点拔出来哦！哦呦，好了，其实我觉得东西拔不出来。我也觉得。他只是在那边装饰而已。耶，是球。啊！不去啊！啊，这个球是拿来干嘛的？你看上面有骨头。什么骨头？右上角、左下角。哎、欸，蝴蝶，蝴蝶，嗷、啊、嗷、哦哦，蝴蝶、欸，抓蝴蝶啦！我们要抓蝴蝶干嘛啦？蝴蝶可爱啊！可是我想要吃骨头。哎、欸，我差点抓到它、欸。这个戏好难玩哦。可是我真的觉得它只是一个装饰而已。啊？这个啦，骨头啦。我要摔下去了啦！ Yeah!我只收集到一根而已，还有四根哎、欸！干我屁事啊！我要蝴蝶啊！我们刚刚那个东西要放到那个绿绿的洞里啦。我知道啊。好好，我们去追蝴蝶。好，我们去追蝴蝶。不是啊。下一个问题， hey, 那一颗球嘞？它在这里。哦，在这里哦。哎、欸，现在怎样？你我都不要了啊！那不要，都不要，都不要。啊、左边啦！哦，我们刚刚那个木板是要推上去的。什么东西？不是，因为刚你看这个洞，这个洞我们钻不进去。我们刚刚是把……对啊，所以你，所以我们要赶快往上啊，不然你我在干嘛？耍废。什么？所以你才耍废嘞？哎、欸，那球是不是掉下来了？球在这里啦！哦，我的天啊！到底是我在上班还是你在上班？我，你知道喵哈这个上班叫做正常发挥吗？好的。他张开了。他打。我们张开就一定要进去吗？我们可以带球球走啊。好。哎呀，这是我们平常水管里面的样子。不是，那是你便秘的声音。原来你便秘的声音才会长这样。哎、啊，球嘞！球嘞！你会结石哦。烂游戏耶！我们应该是一人咬一边啊。很明显，好吧。哦，原来这咬了以后会开门，是不是？对，阿里现在又是干嘛的？我不想走了，我好累，我想放弃人生。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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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咪咪咪啊！不是要走人了，走人了，走人了！我不要，我不要，白痴哦！我卡你的输入法。我不要，呜呼耶！走人哦，最好给我走哦！不要嘞！啊！我很快乐啊！哎，这里是哪里？有蝴蝶，有血。你喜欢钻吗？哦，吹了，会吹。我们好像那一种在那个叫什么面条吗？在煮滚水中的面条。为什么长度一直没办法变回正常的长度啊？可能就松弛了吧。上面有骨头，要怎么拿到呢？叫我，叫我。有了，回来了。我们是要靠啊，我们要飞左边。拿到了啦！拿到了，你作弊了！作弊了！跟你作弊啊！那逼的，我要这个我笨狗！我吵死我要叫！怎么那么多？这怎么那么多料理？这要干嘛？
哦哦哦，我也要玩。啊，这一颗可以干嘛？不知道。你是不是咬到我自己的肚子？啊！这个是不是要拖出去啊？左边吗？是不是给他吃？啊，我们现在把它，你可以把它包起来。真的耶？那这样，那我们可以把它卷一卷，然后就变成一大坨那个。这什么东西？走开！嗯，要干嘛？往这边了，往这边了。哦，干嘛？两根骨棒棒哎、欸。所以我们要去咬那根棒棒吧？为什么我们的长度好像没办法变回来了？哦，就你哦。我黏住了。我卡住了。你的身体太长了啦。长一点好啊。然后嘞，缩短，缩短，往中间拉吧。耶、yeah! ！我身体有点多，哎、欸，好了。那为什么身体一直没办法缩回来？啊，有了，哎、欸，有了，刷自动帮我们缩回来，哎。哪有啊？它怪怪的。啊，那上了一大盘厨余去哪里？给他吃了。哦，好，不是他是谁？哦，所以我们已经破两关了，是不是？哎、欸，不是，你看我们身体又拉回来了，就是为什么会变长啊？不知道哎、欸。为什么应该是要变回来才对啊？那个状态一直超长的、欸，虽然这样比较自由啦。哎呀，好恶心哦、喔！暖摇摇摇。哎呀，好长哦、喔！太长了。对啊，超怪的、欸，我们一直保持超长的状态、欸，想必我们一定很讨厌对方。哎、欸，那个啦，一个人咬一边。好，换你荡，你要荡过去，你要荡过去。直接走下面不会怎么会怎么样、啊？我觉得我们会爬不起来。哎、欸，等一下，我们太长了，我们是不是太长了一点？对啊，我们好长哦、喔。你看，甩大肠。等一下，我回不去了，我要怎么上去了？嗷嗷叫啊！太长了，我觉得荡不过去呢，你荡过去吗？来，你咬着啊！你干嘛放开啦？哦，因为我放掉了。我的头好痛。卡紧的啦！咬住！哎、啊、你要去哪里？重生，重生。好。哎、欸，不是哎、欸，还是一样长哎、欸。你咬着，你咬着。好。我觉得我们太长了，我觉得它怪怪的。我也觉得怪怪的。你要重开。哎上不去啊！你往前走，把我们拉走，把我们拉走。对，你一直往前。有了。OK， 好，没有长的方法。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他应该是出 bug。左边这里有东西。这里有啥？啊？什么意思？藏隐藏骨头。你是看攻略啊？作弊啊？因为他刚刚就有个缝啊，很明显哦，就有一个人玩路易鬼屋都不找钻石的啦。作弊啦！好了，去另外一边了，这我的啦。哎呦，耶、yeah, ，我的，喂，好了。他感觉就一整个就是，好，你要来来哦、喔。所以我们要到第四关嘞、欸，出发。啊，我不要下去。你看，我是他的舌头。好哦。好恶心的舌头，蝴蝶，哎、欸，是蝴蝶，嗷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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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嗷！他为什么这里要给这个东西啊？不知道哎、欸，可能嫌我们不够长。他一定有个秘密在。哎、欸，会动哎、欸，它可以翘起来哎、欸。哎、欸，我不够长。快呀、啊！你要咬住它、啊，我不够长，我伸不到那里。可以了，再试一次。
是不是？咬住啊！我的下颚不够力。等一下，等一下，我嗨。你的声音就跟我是不是应该先放你过去啊？不然你先咬这个好了。我们是打亲戚的，我们好恶心哦！你才恶心哎！有了，放开！叫我！去死吧！去死吧！去死啊！救！我没办法转一圈啦、啊！你往前走嘞！啊！感觉你很爱变了两次大地了。哎、欸，快点，尿尿！我一直在叫啊！你只是看头怎么痛啊？啊啊！喂、啊！到底为什么会这么长啊？我们现在还差一根骨头哎、欸，不知道在哪里。不重要啦，冲啊！很重要啦，没有人在乎你的骨头啦。我很在乎啊！我敢赌你绝对找不到最后一个的啦。壁画也不看一下、啊，不好看啦。可以啦，看一下嘛。我看不懂啦。我也看不懂啊。好，那你来解释第一幅在说什么？你要去，我们要先找到第一幅。没有啊，那每一幅都没有关联啊。从这里开始，他就说在天方夜谭，这沙漠之都。然后呢？我忘记了他下一句是什么。金波哩哩哒哩哒哒哒哩哒。干嘛、啊？理我一下吧。哦哦哦哦！哎，这里有雀。是骨头，哎呀，他放在那根。我咬的。他那根放在，我们不躺一下他的。我可以来当他的那个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我在想，我正在不能，我想那个不能播的画面。哦！你进去了，你进去了。哦，他的好长哦。哎、欸，你看。哈哈哈哈哈！你这段一定要剪掉，你这段一定要剪掉。好。你这段要剪掉哦。好。不然你会，我不知道，反正你会完蛋。好。你一定要剪了、啊！你到底怎么办？哎，我也很想去查一下。哎，用这样子、欸，他怎么没有？我觉得我没挑战性哦。这虽然你不剪也没差啦。耶、yeah! ！它是一个钟，双头龙咬着一个钟。吐槽一下我的双头龙。我要怎么吐槽啊？而且我们现在用一种很奇葩的方式把中间扒，就是这样子才会不会那么长啊？哎、欸，你看它缩短了，到底为什么啊？不知道，这游戏坏掉了。哎、欸，它很像尿盆哎、欸，所以我们喷了尿盆。我不知道他把尿盆递给谁啊？我们现在应该是第一大关破了吧？四根骨头。你看，它有分第一大关哦。要不然刚刚那四根骨头是什么意思啊？这可能是体验盘、啊、我们好像已经爬到最顶层了，是不是？还是他又要？所以这个游戏已经没了。应该不会吧？这么短呢、欸？哎、欸，还有哎、欸，虽然还没完哦。喂，哦，好大颗哦。好啦，我们把这个石头运过去，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哎、欸，不行，这不能用咬的，这只能用绕的。好，就这样，就这样，这样 ，Go。上面那只感觉很开心哎、欸。加油！加油！加油！光头狗，带走他！冲啊！上面表示加油点啊，下面的。哦，好难哦，算了，放弃。好，放弃。放弃你的头，你可以不要跟我同一边吗？旋转跳跃。哎、欸，我觉得前面看起来超恐怖哎、欸！什么？你看前面有风哎、欸！哎、欸，这有没有东西？不会有东西的啦！啊，我知道，我们要那个绕圈圈。好，好聪明哦你！那个快点！你咬的也是可以、啊、好长哦。他其实本来就是要拿来咬的吧？不是，我以为是绕圈圈。哦，你被吹的好长哦，好好笑、哦。
我的身体，喂、啊、喂、啊啊啊啊欸、不是哦、喔、咬住啦、啊、不是我的下颚你是不是啊我有咬到了你是不是老人所以没有办法咬东西耶我是老狗啊哦好吧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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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就好了按一下就咬住了冲啊快点了不要再咬了冲啊哎、欸，好惨哦！你可以不要再咬住了。太惨！快快快快快！喂！我们是身体卡住了。我们的身体这一大坨粘在这里干嘛？你要左边看一下有没有东西啦。没有，给你赌100块，没有，你欠我100块。我竟然跳这么快 ！Let's go！ 哇，在天方夜谭。这是什么玩具区？海星，我觉得应该又是一样东西吧。就是它好没创意哦，都这样的。我这个是应该拍，好可爱。可是它有点像角落生物那一只哎。谁在说谁？你右边那一只啊？看那个。哦，你说那只屁儿哦？对啊，很可爱。好。喂，它到底是要推球还是星星啊？勾它啊！啊哈哈，我的头好痛。我没力气耶，干五皮斯，我卡住嘞。你卡住嘞，阿丁这么烦呢？阿丁可不可以啊？用黑魔法。好，又是又飞走了。尿盆，尿哦，到底要？你懂了啦，他飞上去那是不是我们要去的下一关啊？他就在上面往上建了一关。为什么要这样子自虐自己嘞？好啦，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影片先到这里结束。啊球啊！你是狗啊！哎、欸，你听，你听，你听，啊、你咬，你咬，你咬、啊。你放开，你放开，你等一下，等一下，你放开，放开。哎、欸、哎、欸，你这里北七，哎、欸，你叫我放开。你听，没有，你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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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咬，你咬，有没有？酷酷。哎、欸，你这里北七。没气了，好，我们今天实况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收看，大家拜拜。